Pokemon Go Holiday 2021就喺天日12月31号嘅晚上8点钟就会完啦。咁我而家咧即刻嚟敷一敷呢7公里蛋先。哇 ！Oh my god！ 哇！火控不到用屈，赢二一嘅临尾都俾我呼到，掂。在上星期啦，咁都敷咗小蛋嘅，咁都敷到埋呢只盘财怪色围棒啦，咁我系未有嘅，咁所以真系劲开心啊！大家暂时喺呢个活动里面有咩收获呢？一月中嘅资讯片咧，可能系未必出到嘅，咁到月尾啦，咁就先可以出到，因为可以考试，咁就未必可能做到资讯片嘅。有时间嘅话咧，都会尽量做嘅。一月头同埋一月尾咧，之后咧都系会有翻 Pokemon Go 嘅资讯片嘅。希望大家可以见谅啦，咁喺我段期间都会有翻 Pokemon Go 嘅日常片嘅。话晒都系2021嘅最后一条影片啦，咁啊讲下一啲感受啊，同埋下年嘅目标啦。呢度都好多谢大家喺2021嘅陪伴同埋支持。2022年嘅目标咧，咁就有两个嘅，第一个就系想拍自己想拍嘅影片啦。同埋希望拍到出嚟都系大家鍾意。第二个目标呢，就系可以呢到去1000订阅，希望大家都会叫多啲朋友仔过嚟订阅睇下支持下。咁最后呢都再次感激大家嘅支持，咁我哋下年继续一齐努力啦。咁我哋喺2022年再同大家见面啦，拜拜。